我也是把韩市长当作很好的朋友，也当作很好的指标。我们的制度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项目哦，没有所谓的二阶段。那这个主席都已经讲得很清楚，但是我一直把这个当作说要给我们自己最大的一个激励啊。如果我们够强，我相信所有的蓝军、所有的国民党的支持者一定会全力的支持我们。我一直认为韩市长是我们国民党最重要的资产，我也是把韩市长当作很好的朋友，也当作很好的指标，这样子给我们大家一个最高的一个激励啊。那我一方面帮韩市长加油，那一方面也给自己最大的一个激励，就是我们全力以赴。